Bonjour, je m'appelle. 讲法文不需要这样子，不是这样，是 rap。Bonjour, je m'appelle Jasper. 双脚一拖。Je venais chez moi. 这么凶干嘛？为什么要等？Je venais挑眉开撩，妈妈真的是很会。陈小春应采儿日前带着儿子 Jasper 前往澳门旅游，大吃美食。Jasper 更开始吃播，妈妈的表情包太可爱。先给粉丝们吃一口，来吃一口。哇哇哇！脆脆的。别吃了，别吃了。不能浪费。嗨，那你最爱我还是 Daddy？ 好好，一定要选我还是 Daddy？ 对啊，好好。那你要带一个人去一个荒岛，你要带谁？滚滚。为什么不带我？因为你什么都不会做。我如果去岛的话，不是他带我，是我带他。真的？那你要带一个人去学校参加 party， 你要带谁？这个人。我吧，你应该说我坏话，一定要讲你坏话，哪有人自己夸自己儿子的啊？这才是聊天的艺术 ，OK？ 跟人家聊天就是讲自己老公不好，跟儿子不好，然后别人说没有啦。那我是中国人，怎么讲？Je venais chez moi. 确定？再讲一次。Je venais chez moi. 这个是真的，真的。国家以后的外交部就靠你了啊！我的孩子，是孩子吧？爷爷。OK， 那再讲一次。Je venais chez moi. 这么凶干嘛？为什么要等 ？Je venais chez moi. 这是泡妞了。Rabbit, Shanghai. 陈小春的发文让 Jasper 噗嗤一笑，只能说一家人的互动实在是太有趣，把他采访组整理不到。